はい、じゃあ。はい、お疲れ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关东找我们的阿姨。今天天气还蛮温暖的，这是我们关东的第二行程。你们笑，看一下吧。笑。ターミナル終着羽田空港第1第2ターミナルの準備となります。阿姨，我终于看到你了，抱一下，抱一下。你出来了，哇，你去去看一看。哎呀，才一点几年。还有那边有一间花店。跟阿姨见面，然后开心啊。跟你们一起慢慢看。对啊，讲讲话嘛。阿姨也是开心。嘿，阿姨就高兴。じゃあいただきます。お失礼します。我都没注意到，哎，那遐多过年，我寄给我妈妈，妈妈说，伊是安怎？哪会迄个嘴唇白黑白白？我才发现着。啊，伊嘛无讲发烧到外悬嘞，37.8左右。啊，阮查某囝甲伊讲，我们会好好的关心你的生活，好不好？有机会再来台湾，或者我再来看。哎呀，阿姨，你那个专家为着我这回年纪，搁带走做东西，唔能做。那小块代志。你坐在电话再甲我讲一下。我那就来要关心一下，因为有离开我们也很难过。那我们也想说，没有爱。现在两三年还是没办法说忘记的，所以要等到5年10年也许呢。因为我打击很大，我们所有人的打击，他们爸爸妈妈都。觉得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很像一个优美，很像优美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伊敢若讲，你若讲迄就是为了是苦恼呐吼，伊比咱死的搁较侪，拢出啊，有诶搁无法度见面，咱若搁一礼拜才见面一面。像外国人。小心小心。はい、こちら。はい、こちらです。
好吃吗？小人家吃饭的事呀，去马上嗨，どうもどうも。你看，我们是关西关东大冒险。而且我们的，他还是我做功课，所以我们都是没有去。あなたは誰ですか？ひよこ。ひよこ。ひよ。あ、另外一个呢？あつこ。我失礼します。浴室可以看一下吗？因为我们有那个。很干净的。你这是来日本居然参观三个的吧？嗯，比较 OK 的。客房的。然后他的，你看他的兴趣就是这些有的没的，他自己做的。后面那个。三岁小孩就这样。蛮酷的啊。所以一个是意，一个是职业。对对对，啊，中文都想说放。好了，好了吗？都在这里，很少在外面吃，对不对？哦，很少啊，假日假日。我谢谢我的姐姐，谢谢我的。你要录，我要马上给我讲这些。好。我们开车。解释我。哦，好。漂亮的夕阳。漂亮的家，没有啊，看起来。我是某おじさんです。真的？本当です。これはめちゃめちゃ美味しいです。はい、皆さん乾杯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好吧，你今天照顾很乱，我现在知道我姐姐照片哪里了，到底是不是我小平生日快乐，然后我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。我没有忘记哦，真的没有忘记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是录影吗？对，他照顾小明，我没忘记啊，真的，明年还会再办，希望更新。没关系的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かっこいいな。不好意思。看好东西。谢谢你的小爷，谢谢。来，我来台湾话招待你。对啊，你刚一直招待我，我在动手的时候，哎，你们全家一起来，我就招待你。干一句话不要怕。好了，不要急着呢，小心小心。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
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赞订阅并分享。